老七啊，信上说拿东西来换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他们要什么，我只看到这封信。小凡，你说灵儿是在黑竹林被抓的？嗯，当时你人在哪儿？我在小竹峰。你去小竹峰干什么呀？天师叔，苏师叔，师父派我前来协助寻找田师姐的下落，消息已经发送到各脉了。 这有封信。老七啊，莫非是那神秘之人？神秘之人？天师叔不必着急，我有线索了，一定可以找到田师姐的下落。 这信笺很特别，我对照过，与之前我们收缴的颜如玉书的纸张一模一样。绑人留信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想必是早有预谋，而且对青云门的形势很是了解。光凭这个，就能判断出他已经在山下潜伏多年。 只要确认是他们，立刻就撤。放心吧。喂喂喂喂！啊，什么事啊？我有急事，想进去找本书。关店了呀？你不认识字啊？走走走走走吧。什么事啊？我想进去找本书。好，进去吧。 老板，这么多书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那自然是全国各地收来的，还有一些熟悉的商行，收费纸、废物卖杂货的货郎路过这儿也会给我捎一点。怎么了？老板真是朋友遍天下，难怪有这么多书呢。
你这幅画卖多少钱啊？哦，那幅画不卖。。你是谁？ 到底是谁？多谢。我师姐在哪儿？把她交出来。还是先担心你的小命吧。 师叔，掌门师兄，你看这如何是好啊？这炼血藤绑架灵儿的起因是要一样东西，这东西。 究竟是什么呢？难道是诛仙剑？这不可能，实在是太高看我田不易了。即便是绑走了灵儿，也换不到诛仙剑呢。这年老大蛰伏青云山下多年，想来筹谋已久，他们要找的。 必定是对炼血堂极其重要的东西，说不定就是他们无意中落在青云的宝物。掌门师兄，青云门弟子的凡间家人271户，一夜之间被炼血堂全部掠走。 各家门户上都贴有此符。他们让小辈弟子们去换回自己的亲人。如果各脉手足参与其中，他们将会杀掉所有的人质。该如何处置？还望师兄示下。我爹身体不好。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熬过去。你爹娘互相还有个照应，我娘就一个人，而且年纪也大了。
师兄，我也要去救人，你就好好休息吧，多带几个人反而会。老二，小凡，师妹还没回来，我知道你也很着急，但师父已经吩咐过了，你必须在门派里养伤，还是听师父的吧。师父，老七啊，你现在该知道了吧？学武功、练法术，那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对自己很重要的人。师父，都怪我不好。可是，被抓走的是师姐，我就算豁出性命，我也要把师姐救回来。不必再自责了，老七啊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师父，老七，不是为师不信任你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就算是去了，能有什么意义啊？师叔，据魔教开出来的条件，师叔不宜出战。掌门和我师父已经决定了，由晚辈和齐师兄打头阵，带领七脉弟子前往碧火天冰湖救人，而师叔则以六脉首座在暗中尾随。到时候敌在明，我们在暗，这样一来，才能够确保人质的安全。好，小凡，你好好养伤，我一定能把你师姐给救回来的。你别告诉我你要去救人啊！这山长水远的，你又不会御剑，怎么去？跑着去啊！你怎么还不去救人？我家亲戚命太好，没被抓，我爹不让我去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，我听说这碧火天冰湖是炼血堂的老巢，血色风林，机关重重啊！单凭齐浩他们，哎，所以呢？所以，大家都是同门，当然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哎，我要去，你去不去？走啊！计划有变，前方有禁制，看来我们无法御剑飞行，暂时只能从外围徒步进入了。小凡，小凡，张小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陆师妹，你怎么样？齐师兄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关心田师妹的吗？师兄，我们能照顾好自己，不会拖你们后腿的。
老大，看你这个架势，是要跟正派有一战呐。失血珠马上就要到手了，我炼血堂百年复兴大计就在眼前。别说是青云门，就是众派聚齐，又有何惧？嗜血珠？你不是开玩笑吧？黑心老左的嗜血珠？你以为我潜伏在河阳五年是白待的吗？哼！就在这群人中间，只要青云弟子走进来，我就能把他拿到。可是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五年间，嗜血珠的方位始终飘移不定，如果被青云珠脉首座所得，必将交给道玄。而如今没有固定的方位，而且还一再改变位置，想必是被人随身携带，肯定是某个弟子不识货，得到了宝贝，他不会用。没错，幸亏青云那帮首座不知门下弟子怀有此物，否则定会被想方设法毁掉。我们还得感谢那个人，才令我教圣物安全保存至今。嗜血珠最后一次出现，方位就在黑竹林附近，而通往那里的只有后山大珠峰、小珠峰、龙首峰三脉，所以嗜血珠一定就在他们其中一个弟子手上。不过老大，你可千万不能疏忽大意了，那青云七脉肯定在暗中救人呢。待我得到这奇世珍宝，再吸取池底千年血鲲的功力，就凭他这区区的道玄，田不易又怎么会是我的对手？是，老大说的是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是跟来了。出发之前，我还一直在想，到底要不要接上你。前路凶险，一路小心呢。喝水吧。洛师妹，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？我就是你那天在颜如玉书屋买书碰见的那个。我不说，我换个话题。哎，那天我送给你的烟花，你喜欢吗？这样吧，等我回了山上，我就跟我爹说一下，让他去跟水月师叔商量商量。商量什么？提亲啊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
方才多谢阁下出手相救，只是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？谁跟着你们了？我只是不想欠你们人情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，我在河阳见过他。他是……我是谁不重要，你们只要记得我是救过你们的人就行了。当然了，不包括你。那，姑娘，你怎么知道如何破解血液灵骨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跑到这儿来，是来送死的吗？碧火天冰湖是炼血堂的总部，已经有1000年了。这一带管事的叫做年老大。阁下知道这么清楚，莫非你认识魔教的人？我娘就是被他害死的，我已经找了他多年，四处打听，终于有了一点线索，所以才在河阳。你是来报仇的？我是要让年老大死无葬身之地。姑娘身手功法绝妙，是出自哪一派？关你什么事啊？连血液蛊虫都对付不了，我劝你们还是回去吧，再往前走。按你们所说，这摆明是年老大所设的陷阱。他到底想要什么呢？只有一个可能，他想要的东西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。他不敢说那是什么，也许是一件对炼血堂至关重要的宝物。一旦被师尊知道，这宝物就会被销毁，他得不偿失。该不会是……是什么？没什么。
反正先想办法进去再说吧。怎么感觉绕来绕去都在兜圈子？怎么可能？你要相信我，我从小方向感就特别好。哎，你跟我走，这边。走。我承认兵分两路是个好办法，可是我怎么觉得，他们那一队也太不靠谱了吧？他们俩真能把人质救出来吗？放心吧，这可是曾叔叔在陆师姐面前表现的好机会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信使可信吗？不信也得信呢，这个玉佩是通天峰的信物，每一脉只有一个，是无法伪造的。那也有可能炼血堂会抓了那个人，拿这个玉佩骗你们进去呢。姑娘说的是，不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你要是有所担心的话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你们不去我自己也得去，快走吧。清月，一会儿进去以后，如果有危险，你别管我，先救师姐和师兄们的家人。别担心，我们命大，况且我有师父的斩龙剑在手，我一定能斩妖除魔，扫平恶贼。哼，命再大也禁不住你们去送死啊！明知道是陷阱，还硬要往里面闯，干嘛？你们的亲人也被绑了吗？我们的亲人早就不在了。我们的亲人和草庙村都被屠了。青云如此收留我们，对我们恩重如山。况且师兄弟他们受难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
是兔子，是狐狸，你吱个声啊！我今天太黑了，我下不来。我给你个包子，我明天来看你啊。 你是草庙村的人？你知道草庙村？哦，嗯，年老带我调查过，发现他5年前出没在青云山，而且那段时间也是草庙村被屠的时间，我猜有可能有关联。多半如此，屠村之仇，不共戴天，这次我们一定能够查出凶手。 这是什么？可能是年老大所豢养的怪物。我们快滑吧！ 站住！见着狗爷，我居然不行礼。你们新入门的吧？谁带你们进来的？狗爷好，小的初到避火天冰湖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狗爷恕罪。 最近来了不少新人呀！哎，是啊，狗爷，我们兄弟几个刚被调回总舵，还没来得及指派任务。没指派正好，就你，跟我走一趟，我吩咐你办点事儿，走。是。 怎么办？我去祭坛中央破坏机关。
你跟着他，见机行事。好，你小心点。你也是。听雨声。